消灾延寿，看到坛城就会消灾延寿，也是很好的一个寓意。一夜一事件是韩国连锁，在深圳的话，现在我知道有三家，每一家都味道很好，它主要是锅底很有特色，藏式的食宿人群就有很多种选择。我们来调调料吧，反正什么都加一点。一夜一世界的秘制酱料，放一个丸子，这是一个素虾、蘑菇、蟹味骨、素的午餐肉。这种素类的火锅，这个汤底呢是藏茶，然后里面放了一些养生的菌类啊之类的。青菜煮十秒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脆脆的，不就是入口即化了？大家可以试一试生吃，也可以试试烫十秒钟。紫贝菜，这个菜养肝补血，营养价值很高。这个菜我还第一次吃，但口感还是不错的。荷叶糯米鸡，尝一尝，很好吃，很香哎。爱情扎沙，这是他家一个特色，饼是用青稞做的。这个素牛肉，它有牛肉的口感。